我等着他妈给我弄一好长的 WiFi， 能他妈让我好好的上网行吗？歌颂一下行不行？啊，傻逼，傻逼！完了，老卡有可能重新上，我给他，那我必须上，我得必须说，我也要跟他干，完了想干就干，不干滚蛋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待会还得上，今天他妈的谁他妈通知我都不行，知道吗？还有别问我他妈跟柴湾馆长 PK， 别你妈个逼！陈志汉，我兄弟，为什么要喜欢他？他他妈的跟着我不认识，没关系。哎呦我操！
操你妈的！什么？徐晓东之前不是没有暴露啊，也找了很多缝隙找。哎，粮食在北京充足，肉充足啊！我告诉你们，蔬菜确实很紧张，但是呢，有啊，酒精棉签儿什么什么，酒精消毒衣、八字什么的，确实，反正我去地方都没了。啊，这就是我把北京目前的情况告诉大家，这是实话，知道吗？哎，他们信不信？操你妈！你们就当我说瞎话吧，无所谓。你们这不都傻逼吗？都是因为中国外资怎么来了是吗？明白了吗？什么鸡蛋糕？我们现在联系是联系不到的，知道了吗？我跟大家说一声啊，你们也不用假惺惺的问我，你们上网查陈秋实，他会发视频，我跟你们一样看的是视频。我们原来还有联系，等他去了武汉就没他们的联系了，知道吗？我他妈是看见网友发的视频，我他妈才知道他去武汉的，知道吗？哎，他们基本信不信啊？完之后接着说吧，说陈秋实的事吧，说我家陈秋实。首先呢，我就告诉大家了啊，我徐晓东就这脾气，我不代表任何人，我会独立思考，我会拿捏，我会他妈的自己消耗、自己琢磨、消化，完了正确的我支持，就这么简单，我不站在任何一方，操你妈！啊，又说东哥你可能上当了，这个可能是我什么什么，我有关部门给专门弄的，我操，这不碟中谍吗？这不是他妈的聊什么呀？香港那电影，我操，那叫什么香港那电影叫他妈什么来着？什么鸡巴扫毒，他妈叫什么忘了？操他妈的，梁朝伟演的吗？那叫什么？无间道吗？这不是对无间道？我操！对，无间道。他们说呀，说徐晓东啊，这帮骂你的人啊，这帮黑你的，说你是共产党的五毛，是外宣什么的，其实他们国内坏到国外，操你妈！真他妈坏！是，对无间道，真他妈坏，中国人，操你妈的，没他妈好，活逼干什么傻逼？是。之后下面说我跟陈秋实表个态啊，我很久没有联系陈秋实了，但是到目前为止他发的那些语音什么的我认为是比较真实的，我认为，但是是我没有证据，明白吗？我没有证据，但是我感觉，因为原来我跟秋实吃过饭，我们吃过好几顿饭，而且我们一起拍照一起聊天，我见过他的妈妈，我们聊得还不错，所以我现在个人认为陈秋实他说的话是正确或者是比较真实，我个目前相信他，明白了吗？你们都把我说成这套去了，我目前相信他，但是我今天发这个视频我也不怕得罪任何人，我也会仔细的去查一查秋实，等他从武汉回来，我就可能的约上他，我脸对脸的，我问他，你到底是背后有没有人？他们跟我说陈秋实背后有什么？等会儿啊，我再，来等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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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走，别走，别走啊！等等，等会儿啊！这个。还戴面具的傻逼，陈秋实的身份确定，党内派人威胁面具人停战，停战视频流出，或有生命危险，与父母电视认罪，邮箱钓鱼都在网一天。面具人，你妈了逼你啊！能不能他妈的把面具摘了？我操！你他妈的在国外装什么逼呀、啊？他妈的！啊，的确啊，这个录音我放，如果要是卡了我重放，你们要等。好，就是，是。那继续，那必须这个人怎么看？啊，就是。枪停下了，暴露你妈了逼啊！小逼崽，操你妈！你妈是他妈被狗套出来的。三零四，是他。他是在做律师之前，但我们都知道他上过一个叫做《我是演说家》的一个节目。你就看他那些节目的内容，就知道这个其实他是一个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是很左，是一个明显就是那些标题啊，他那个《我是演说家》里他演说那些标题就是一个。哦。很多就一个人发给我的。三、四、五。
六七八九十。继续。这些都是明显就是啊五毛十厘的那种。对。那种五张，然后它的背后呢？九十。有一个传媒公司。我一直加表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哈。做律师之前，其实他后面才是做律师的，他后面才是做律师的，他是2016年吧，是吧？2016年才做律师。他在那之前啊，他其实就是只是当律师，只是个壳，只是个马甲，只是个外衣。我不知道，我最起码我不从陈清池那，我没有听说过有他妈组织是联系他找他，这是我所知道，我没听说过，这就是跟我说啊，不许听。我在这里我再说一遍，目前这个状况和目前我的认知，我认为我要相信秋实，这是目前我的认知。至于你们能查出来，你们拿出证据来，把它摆这儿给所有人给我看，我需要都心服口服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肯定目前我是相信秋实的。当然了，现在他妈一直没联系，不懂。所以说这个陈就是百分百就是中共大内宣，他就是一个新的周小平，但是他的玩的很溜，就他玩的要比我不会啊。哎呀，别说周小平是这个共同特点，特点基本上就是民主派，主要是民主派。我他妈都听话了，这什么跟什么呀？任志强啊，还有这个胡淑敏啊，这些人。你会发现他跟陈秋实啊，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把自己包装成这个民主派人士，啊，民主派人士，所以说就特别明显。所以说这个陈秋实啊也是一样，就是他也是把自己包装成民主派人士。实际上这背后我们都知道，他现在串起来啊，财经，这傻逼，你要再说出不出话，跟你家疯了啊！跟你家上了，臭傻逼，说一句完了，就这样，你家复制，我操你妈，你试试，复制我跟你家上了，试试，来啊，再复制。这个大内宣大外宣非常清晰，然后有一个主持人是啊，还有他那个媒体啊，他介绍的很清楚，他这百姓被删了，我今天打开那个页面，因为我记得我来啊，继续还是谁？他没了，然后没了删，然后呢，维基百科也被编辑了，没有他的那个传媒公司内容啊，有兴趣的战友可以了解了解。
那这些人说是就是的，那很有可能就是什么？我觉得就是要不然就是外海外那帮人陷个嫉妒恨。确实陈秋实的粉丝从原来的几万就这几天一下蹦到了27-8万，有人还挑拨说徐晓东你看你的粉丝才他妈10几万，人家一下从几万两天啊蹦到了20多万，是不是你怎么办？你觉得他妈你说，我说我高兴啊，我说人家他妈做法牛逼，我徐晓东佩服啊，我他妈的没无德无能，大家都怎么样，我十来万粉丝，我觉得我他妈的上天给我的安排，我妈的知道吗？但有一点，如果这10多万粉丝里头认为徐晓东不对的，别关注，走人，没关系，我祝福你，但是别他妈胡说八道害我，害我的话，我操你妈，我咒你妈全家得肺炎，就这么简单。说我真实，对了，我他妈就真实。陈秋实不真实，咱们查，你们查出东西来，我去摆在我徐晓东面前，我一定要跟他划分界限。如果查不出东西来，现在就是做的。我觉得是没毛病。在武汉说那些，那我们问你，他们有什么证据说他说错了？我觉得他说的是对，因为以前我也觉得不是。好，下面咱们说，他去香港就香港，武汉就武汉，为什么这样？首先，我就告诉大家，于聪我他妈也去了，而且我告诉大家，我去的更牛逼的时间，我只是没说罢。我他妈有港通行证，我干嘛不能去啊？我也没做非法的事儿，我吃喝玩乐不行吗？对吧？我就告诉你们吧，我他妈的年底年初在香港，这是我，我徐晓东，对，这没毛病，合法，我他妈没非法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就是在渔村报道那些什么的，那是他自己的行为，不是说有什么预谋，要预谋的话也不能这样。关键是他怎么去的？我说了，我徐晓东也去了，年底年初我都在香港，我都去了，这是我真的。香港朋友看见我了。有的人会在网上证明的，就这么简单。我手机上，妈的逼，操他妈的！等着啊！来吧！三，真有他妈公安某些部门抓的或者办完去的话，人律师就一句话，你把他妈中华人民。